朱丽倩睇中医追仔，刘华派三保镖护驾。过马路要小心，咪球莫快一阵。别系佢啊，身为刘天王背后嘅女人，责任重大啊。不过刘天王都好锡佢噶，去同济睇医生就派三个街坊装嘅保镖贴身保护。平安到宝。自从去年五月生咗小龙女，有传朱丽倩一直想帮刘家追多个仔。上个礼拜四极罕蒲头睇中医，睇嚟似系为做人做足准备。除咗求医，佢哋仲成日去筲箕湾佛堂求子噶。不过都要刘天王得闲先得嘅，佢十一月就要去上海开 show， 依家要闭关彩排，正系上个礼拜 Sammy 生日先现下身。希望他们早日求子成功啊。